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陈宇，我要介绍一下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陈宇。开心干嘛呢？那今天千上带我一家很特别的店，怎么都我带呢？因为每次黑宇家找我吃的，他都不找。没有，我没有不找，大部分是不是你想吃的？没有，因为你都不找，所以只好我找。我想吃拉面嘛。好，那找我们吃拉面。男的都来了，那今天千上就是带我来吃这家牛舌店，然后他说算东京还蛮有名的吧？不是东京啊，就是这种烧烤牛舌就是在仙台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吃吧。哇塞，千上，你请客吗？没有啊。对啊。好了好了，可以，我都请你这一餐，我都忘记我还欠千上一餐，因为上次那一餐被三元请掉了，谢谢三元，再次感谢三元。哦，可是感觉分量蛮多的，然后一个人价钱差不多。我点的，我没有要请你那么多，我补差额呗。哇，那只要付484。对啊，哇，484都可以吃一份牛舌头，太爽了。多点那个厚切的好了，这个啊，这个感觉不错。哇，我这样钱够不够啊？看一下，不够。这里可以刷卡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对。This one, two.OK. Cola. Orange juice. OK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只讲了四句话就点好了。没关系啊，今天早上我过来。你说。Orange juice, cola. 四句话点好了，我屌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等我们餐点过来吧。哦，我们套餐送来了。超级香的，真的是牛舌，就是牛舌的形状，我目前还没吃过。然后它还有一碗白饭以及一碗汤，汤的话是什么汤啊？真的是这一餐真的还蛮奢华的，回去再继续吃生鱼片。对，等一下吃完回去我们再去吃那个独立吃寿司。哇，认真吗？认真。好啊，走啊。我先吃吃看它的那个，好像有酱油可以沾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先吃吃看原味好了，因为我喜欢吃他们酱油，吃一个牛舌，这个是第一次吃到的牛舌。真的跟舌头触感很像，然后非常有嚼劲，而且那个什么烤的刚刚好，它的咸度也刚好，我觉得超级好吃的，应该是目前这几餐吃烧烤目前最好吃的。昨天我们有吃那个跟三元去吃烧烤，那一家就普通，因为我们一直烤焦，然后这家不愧是电烤，果然还是好吃。我加点酱油试试看。加下来就有点稍咸了，它原本就有味道，单吃它其实就很够了。它是不是配菜啊？就是它腌制的。哦，谢谢千上一直带我去吃美食。谢谢黑鱼请客。虽然这一餐是我请的。我觉得我应该一口白饭加牛舌试试看，它白饭很软，很好吃，而且感觉不是普通的饭。酱油加牛舌，的确会变得有点太咸一点，然后或者是加盐巴都会太咸。
它刚刚好的吃法是牛舌，然后去配饭，然后一口饭一口牛舌，真的刚刚好，超好吃的。吃的好幸福啊，真好，但超好吃的。它牛的部位好像是牛筋吧，感觉有点像，味道有点像。它那个牛肉应该是牛筋的部位，因为常吃牛筋，所以有点感觉出来。看旁边人超爽，因为他这一餐可以不用付钱。谢谢黑雨晴的，又是掉了我的影片。吃饱啦！耶！谢谢你当上请客。我请你耶！哇！ Yeah. 靠！我请你。大家赶快去订阅黑，不要订阅我啦！这种烂频道啊，黑的频道才是棒的，好吗？只有这时候才会讲这句话。哎，可是各位真的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牛舌，台湾的好像真的比较少。刚好。然后刚刚吃了，千万不要加酱油跟盐巴，超咸的。单吃配饭是刚刚好的。对，它那个调味都已经调好了，味道其实就已经蛮重的。对啊，真的好吃哎！哇！你是带我来吃好吃的，拜托，我是谁？明天再请一客啊。然后你才会带我吃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我频道的话，欢迎在下方一个订阅及喜欢。
那订阅我。你刚刚不是说只要订阅我就好了，不要订阅你。啊，这一次就不要订阅，这次影片不要订阅我，啊，下一次影片看到的话再订阅。再订阅，好，可以。那记得去按赞我粉丝团，追踪我个人的 V， 然后以及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那各位观众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